因为我们赛前想说，因为我跟博涵平常在国家队就是对手都是一样的，然后教练团可能想说在关键的时候可能用出一个骑兵，然后这样子配可能会有达到不错的效果，但今天两队都没有表现得很好。我跟我的那个这次打的那个小叔苏敬恩默契还没有到很好，刚刚很多地方小细节都没有达到很好的配合，失误很多，所以就没有拿胜。大概赛前一个礼拜，对，就是在因为赛前一个礼拜大家都各自回母队，回基地训练，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。因为练习跟比赛还是会不一样，对吧？突发状况很多，然后在场上沟通的那个瞬间的默契，可能还要需要加强。很希望赢啊，因为毕竟我前面一点就是我们算听牌了嘛，然后我们输掉，对，然后当然很希望就是队友就是能赢下来这样，对啊，所以当然很兴奋啊，跟我在场上的时候差不多啊，对啊。